他把他的东西抢走了，最好啦，吃的东西抢走了，没有啦，一个他小的，他像你，他那个不像妈妈，小的他那比较不大爱吃饭，吃东西那些都，对啊，两个落差大，对啊，他变冷气，没有漂亮，他比较像你，可是太瘦了，对，很瘦，真的太瘦了，你要再吃胖一点，他小几？小二。一个小五，妹妹，你要把一些营养给他，两个要综合一下。哪一个是你行动？这个，对。我觉得这么好买。哎，票数要够吗？够了，凑到六张。刚刚那两三个还是厂长？厂长说不够，他那里有啊。厂长就不问我哦。你换一下，等几斤？等几斤肉嘛？哦。要你拿吗？要。是你妈妈。四位呢？对。要拿这个干嘛？没有，那。你看看。钥匙圈